嗨咦哟，是嗨哟，大家好啦，我是那个错啦。我们今天是要来打那一个最新，就是刚开的那一个究极啦，没有错啦。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有几个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一个什么的哦？今天什么都有开哦，真假的？等一下，真假的？好，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蛮好的消息。然后我们来打这一个吧。这一个是那一个战甲战斗暴龙兽的那一个究极进化所需要的材料，然后总共需要10个，然后这是初级，那我们就来打打看吧。初级应该很简单吧？然后我想想，我们把这个给换掉，换这个，好，走吧，应该可以吧？希望可以打过，希望而已啦，因为听说就是蛮难的。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因为这个真的是这游戏第一次开的那一个关卡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哦，好熟悉，好熟悉的怪哦。当然我们先打掉中间那一个，因为中间那一个我没记错的话，它的那一个伤害会比较大，所以我基本上我只要打这种关卡，我都会把中间那一只给打掉先。看他们速度比我们快，这是增加攻击，而且还是范围增加，真假的范围增加。这个是电，我就先电旁边好了。你好，这个攻击会比较痛，对，1000多。然后我们再用这个，这样就行了。有，第二个蓝色的，好哦。Route， 然后这边我们就补攻过去，应该就 OK 了。就你们所见啊，我也是第一次打，我先跟你们说，第一次打就来录音了，有没有？那个这样，感觉这边我们就加快好了，这边没什么好看的。又 miss， 我感觉他们很耐 miss 哎。好，这应该就行了。第二关，第二关有两只，那一只我看看，我们就先打掉这一只好了，效果减半。我看到那个效果简报，我就有点难过。这是防御下降，而且它是三属，所以我觉得它下降应该下降蛮多的。中间那一个小心点，又掉多一个了。这是魔法攻击下降，然后这一个打这一个，可以吧？哎呀，没事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普攻了，那我们这边就加快。又掉一个蓝色的。好，这边就普通过去吧。我会带天使是因为他那个雷系的那一个技能啊，因为我水系就只有一只嘛，然后我觉得因为雷系也是克火，所以我就带那一只天使出来的这样。而因为我其他都差不多就是大地吧，大地，哦天啊，好痛，过来。好，我们暂时死在这里。好，大 boss， 我想想，我们先打掉中间那一只。因为我觉得打这种光也不死不退吧，哎，这看起来很危险啊，喂，这有点不太妙哦，这有点不太妙哦。他又出这一招，下狗博群，感觉有点糟糕。如果我们不尽快打掉他的话，会死掉，真的会死掉。因为靠我这一只来打的话，我觉得也没有用。我们来补进去好了，这边就加快好了。我不想看到我龙默默被折磨死去。好，再多一次吧。要死了，可以了。有啊，没掉，感觉要它掉有点难啊。效果波群，好讨厌哦，啊，我打人都超痛。这个是技能被封锁，沉默。我觉得这边就是普攻过去的吧，对，这边只能普攻过去了。第五关还是不能用，走吧。然后这个就打这一个好了，反正我觉得他估计他也差不多要死。等一下，他杀掉他的哎，那就不会死啊。好，过了。带天使死得很惨，那我觉得带其他的，我们等一下试试看带其他的试试好了。
63、78，掉的都是终极的。好，我们拿到了，下一个。我们试试看带那个花仙兽好了。花仙兽的话，等等哦。花仙兽。这边漏点好久哦，为什么？太多人吗？好。因为我有很多肉，我觉得我可以啊，玩错了，对不起。哦，对了，现在肉1.5倍哦，然后要升等的同学朋友啊，可以马上快点去升等。然后那一个游戏关卡，那个金币会掉的比较多啊，缺钱的朋友也可以去找找那些关卡，然后去打一打，然后赚一赚金币这样。哦对了，然后没有那些就是能进化成究极的那些宠物的话，现在那一个抽十年抽吧，就那一个抽蛋的那一边会有那个加倍哦，然后可以去抽一抽。好，40、50，希望它可以撑过去啦，走啦，应该可以啦，希望啦。好，走吧，终极。然后我们把天使换掉，但我觉得带他好像没技能可以打的时候，好像啊，我觉得应该会爆炸哎，我就个人觉得会爆炸的时候，应该去打打看。这感觉就好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第一次要打到那个暴龙鼠材的时候，我也是带一个那个，我带两个大地去打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超猛的，那个是降那一个降攻击跟降一个速度。哎，这哦，等一下，没有被克吗？没有被克就蛮好打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先杀掉一只，哎，杀不死哎，杀不死有点糟糕，没关系，要先打哈。来了，好痛，口蓝好痛，早知道就先杀掉那中间那一只了，就不用犹豫那么多了。死了，2-2吗？现在我觉得终极有点难打哦，他们血都好高哦，这不是一般的那种高，你知道吗？要被打了，来了。不行，终极不能乱玩。我觉得这个关卡啊，它可能就是高级要你用那个终极体才能打吧，不然的话我觉得根本打不过。你看我现在打到都可怜兮兮的人了。不行，我觉得终极太难打了，除非你有三只水系，但是水系火又会克水耶，雷系吧，好难打哦，攻击下降了，不行，就证明说什么终极不能打，终极太难打啦，我们还是乖乖的打初级就好啦。这关卡有点难啊，真的，好，我放弃了，这不行。这证明了什么？这个关卡，除非你有三字，我记得是雷吧，除非你有三字雷或者是那个水的话，我觉得才可以打到终极。然后究极的话，我觉得你要有一只那个什么体才可以的。所以你们就拼一拼运气吧，有没有？好啦，然后我断线了，等一下我断线啦。然后我觉得就是，对，你们就自己保重吧，有没有？呀，我都断线了啦，断线了。好啦，然后今天的实况最新到此，然后就证明说，就是那一个究极体的话，我觉得是打初级去刷一刷就好了。然后终极其实蛮难打的，然后应该没有然后了吧。然后就是这样啊，有没有？好啦，然后今天就先到此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赶快早就继续有找我的更新影片。然后我已经帮你们测试了，就不要浪费体力去打了，好不好？够难打的，我都已经满等了，好不好？都还是不能打。
好，今天到这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所以就，加油！